非常荣幸能到这个文津大讲堂来谈一谈我读明史的心得，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这个批评指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叫"晚明专制政治的冲动和早期人文主义"。这个题目呢，这个比较怪，不是很普及。它其实还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呢叫"从口难而语到嫡长巨谈"，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口难而语"啊，就是说悄悄话，趴到耳边说话；"嫡长巨谈"呢，就是拍着桌子大声的说话。这是个什么意思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话语权，就是从不具备话语权到可以拥有话语权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政治变化。谈到晚明这个时代啊，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初期、中期和晚期，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个时代叫晚呢？非常有限。可能大家听说过有一个时代叫晚唐，也有一个时代叫晚宋，但是一般我们不叫它晚宋，叫南宋。还有一个晚明。还有一个晚清，剩下的不叫，没有晚秦、晚汉，晚元，没有这些叫法。为什么？就是因为晚和末不一样。首先，这个晚它一定比末的时段要长。末就是很短的一下灭亡了。第二，这个能够叫做晚的时代，它一定和正常的时代不完全一样。它是末世，但是它的末世和一般我们理解的末不一样，它才用了一个特殊的定义，叫晚。总体来说呀，这个晚呢，给我们今天的感觉就是说，它已经进入到一种颓势了，不太好了。可是呢，它还具有某种生命力，还能够延缓，是吧？就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那我们要区别来看，比如晚唐，大家都知道。晚唐的时候，还有过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再比如晚清，晚清的时代是西方列强已经打进中国了，改变了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这样一段时段。那么晚明是什么样的时段呢？晚明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作是晚明呢？今天呢，我给大家的报告呢，一共有这么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叫晚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误读了晚明史。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一个案例，一个个案，就是万历十七年，因为万历十七年发生了一些政治的变化。所以呢，后边我们讲一个当时最主要的社会政治特征——四议朝政。最后呢，我们讲一点关于早期人文主义的东西。我在这儿需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我想向大家汇报的这个内容啊，主要是讲政治史。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叫
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史学界的一个讨论热点，说咱们中国什么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大家经过了反复的研究讨论，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从晚明的时代出现了。现在我们不提资本主义萌芽了，现在我们学界把它改了一个称呼，叫社会转型。为什么？大家就想了，你们真折腾，那资本主义萌芽好好的大家都清楚了，你现在又说什么社会转型，弄得我们反而晕了。其实呢，这个转变是有意义的，因为啊，资本主义萌芽，大家一听，就是我们也出现了跟西方的那几个资本主义很相似的特征，不过它是个萌芽。大家说对呀，是这样啊，这个提法不太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它是西方中心论。我们把西方的历史做了一个标杆，拿我们的历史去比对它，所以呢，我们得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像，跟西方相似了，那就是；不相似的拿掉，这叫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我们不把西方的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标杆的话，我们在研究我们自己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看看我们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做一个自身的比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得到比单纯的跟西方中心的比对更多的东西。当然这里边也涵盖了和西方的对比，因此呢，社会转型这个提法呢，可能啊更科学，它涵盖面更大，现在逐渐的呢被大家接受了，我们比较多的人用这样的一个提法了。实际上呢，史学界这些年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内部啊很热闹，因为大家都很习惯了。你看，说我们历史上封建皇帝、封建地主、封建官僚、封建统治，大家常用的词。可是大家知道封建这个词，我们中国的封建和西方的封建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封建是什么呢？封土建国，分封诸侯。西方的封建是什么呢？西方的封建是中世纪的时候封建领主制度。我们只是借用了封建这个词汇，我们的封建跟欧洲的封建完全不是一样，两回事儿。所以学术界很多人就开始讨论，说我们能不能不用这个封建啊，不用封建还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词汇能够取代它，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不过呢，可能有新的朋友，你们注意一下，已经看到了，现在很多人在写文章写著作的时候，皇帝就是皇帝，他不写封建皇帝，地主就是地主，他也不写封建地主了，他把那个两个字尽量的少用，这是一个变化。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概念能取代这个概念，这是史学界它发生了变化。我们回过来再看，那我们又说到了晚明。我们把晚明这个时段定位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社会转型时期。怎么转型？转了什么型啊？它的转型就是从过去我要讲的就是封建社会，是吧？我们叫传统社会，
向近代社会开始变化。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社科院在跟海外的学者做交流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难题。比如我们跟台湾中央研究院，本来我们是一个单位，他们跑到台湾了，叫中央研究院，还叫我们呢叫中国科学院，科学院分家分成了科学院和社科院。我们的历史研究所就是原来的，就是现在他们还叫史语所，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他们想跟我们来合作，他们合作的所有的内容全都是明朝以前的。说那明朝以后的史语所的他们的研究在哪儿呢？在近史所，变成近代史的内容了。可是他跑到我们社科院的近史所一问呢，说这个明史研究室在历史所。你看差别很大。过去我们讲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啊？1840年。这就怪了，凭什么呀？1840年是什么时候呢？跟战争啊，帝国主义列强打进中国了，改变了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强行的把我们并到了西方的发展道路上去。哦，这个时候我们就近代了，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没近代。怎么会这样呢？这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中国的社会是停滞的。怎么会停滞呢？大家想一想，没有人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我们不是都知道这个道理吗？它这个历史车轮不管它是快是慢，它是在滚滚的向前走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自己有过一个向近代化变化的这样一个时段。现在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个时段就是晚明，就是晚明时期。可是不是说这个晚明不好吗？啊，你这晚明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啊？这个概念过去是很糊涂的。我的老师谢国珍先生当年就是咱们这个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后来他辗转的到了社科院，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跟他读书，他是咱们中国搞晚明史的最有名的专家。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晚明史记考，到全国各地去访书，甚至于到海外去访书，写成了这样的著作。柳亚子先生评价我的老师这本书，说这本书是读晚明史的一把钥匙，离不开这个钥匙。可是柳亚子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过这部书呢上起万历，从万历年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明朝的南明的灭亡，就是跟清军作战，最后郑成功这个正式投降，一直贯穿了这么长的历史时段，不尽在晚明，它不都是晚明时期。刘亚子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理解的晚明是南明，是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了以后，弘光福王啊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以后的那个时段。他理解错了，我的老师理解对了，晚明就是从万历的这个时段开始，从万历时段就开始进入了晚明时代。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这个话是这么说的，说明朝的灭亡非亡于崇祯，不是亡于崇祯这一朝啊，
而是亡于万历天启。从万历天启的时候，明朝它的灭亡就开始了。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都沿袭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的前辈的学者清史的泰斗孟新史孟森先生，他在写明史讲义的时候就是这样写的，对不对呢？我个人觉得不对，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误读了晚明史。不过呢，这个问题呢，我用了一个问号，就是我们是不是误读了晚明？我讲了这么几个理由，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晚明发生的社会转型这种变化的实质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沿袭了传统的认识，听信了清朝皇帝的说法，明亡于万历。第三个，明朝灭亡了，那灭亡肯定不是好事啊，所以明朝的遗民对于亡国的有反思和批评，说这个时段不好。再一个呢，就是和明初相比，那跟太祖太宗的时代比怎么比呢？朱元璋的时代，尤其是朱棣的时代，我这个讲的时候，很多我的朋友批评我说，永乐皇帝就永乐皇帝，什么永乐大帝啊，还大帝，中国历史上大帝就一个，就是隋大帝，是吧？隋炀帝、隋大帝没有大叫大帝的，就是想给他说的大点，是让大家觉得神气一点，是吧？那时候很辉煌嘛，是吧？最后一个呢，晚明他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有所发展，可是政治是腐朽的，是腐败的。我觉得呀，批评晚明无非是这样几个主要的看法，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原因。刚才我们讲了社会转型，他不认为那个时候是社会转型，不过有一点资本主义萌芽而已嘛。而且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有的学者说，有的学者讲宋朝就有了吗？不新鲜，可是不一样。宋朝是有了很多近代现象的萌芽，但是它和明朝晚明这么大范围的普及，这样一个社会运动、社会现象，它不一样。晚明的很多，我们过去把它只作为萌芽的现象，实际上非常突出的社会化。应该说呀，如果我在这儿给大家讲，我讲晚明的经济变化、晚明的文化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我讲出来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可是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呢是政治变化。当年啊，白树仪先生修中国通史，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给白先生打杂，老师嘛，是吧，帮着老师做事情。这个书写的过程中间，白先生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明史这个断代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晚明社会生活、文化、经济这么发达，可是政治上那么腐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断代史成功了。后来我们努力去做，当然做的并不好，但是白树仪教授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足见这个晚明时代在整个明史中间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作用和地位
远远的超过了朱元璋的建国。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边，这个变化是划时代的。怎么变化的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明朝人说啊，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明朝的文人士大夫啊都爱财，是那有背字的财啊，不是那个无背字的财啊。比如最有名的人物，代表人物，大家全都认识的唐伯虎、祝枝山、桑思璇、都牧，大文豪啊，一代名人，说他们可贪财了，他们给人家写东西一定是要钱的，如果说让他给写个东西，他就问有精神否？什么叫精神啊？钱，有钱才有精神呢，没钱没精神。他回答说呀，说没精神。说为什么呢？说因为这是至亲好友，不能够要精神。说那这样吧，你先给我拿一个五两的精神来，搁到这儿，等我提起精神写完了，你再把这精神拿走就行了。搁一个五两银子在这儿看着，哎，有东西了，能提起神来。说什么话呢？说平时没有精神做文章最败兴，所以你得拿一个来让我提起精神来，写完了再拿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倒应了咱们中国历史上这句老话了，是吧？可是这也太功利主义了，比我们今天的文人还不要面子。我们今天商品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东西，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利益，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啊，人家就做得出来。可见当时的社会商品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了这个文化它已经完全商品化了。可是明朝初年不是这样啊，大家知道明朝初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叫王孟端，他到京师里边住着，夜里边听见隔壁传来箫声，吹箫的声音非常好听，哎呀，想这个邻居一定是非常高雅的人，当天夜里就画了一幅竹子。第二天一早敲开隔壁的门，说我昨天闻君箫声啊，实在是高雅，今晨给君送箫材来了，吹箫不是用竹子的，我给你做箫的材料送来了。那个人一看太高兴了，好，平白无故就得到这么著名的大画家的一幅画。可是当天呢就出事了，为什么呢？他一看这画画得太棒了，于是就准备了厚礼，又敲开王孟端的门，说的这个太感谢了，我现在备了厚礼，你再给我画一个，我弄两幅挂着。王孟端说那张呢，拿来一看当场撕了，把人轰出去了。不要礼啊，不受礼啊，不爱财啊，要的是高雅呀。可是到了中叶以后，明朝中叶以后他变了，他爱财，而公开的表述自己爱财。唐伯虎家一个大厚本子，一个大厚本子，这个本子里边记的全都是哪幅画卖了多少钱，哪幅画卖了多少钱的一个账本，封面两个大字，我们今天常听的，香港人广东人爱说利市。你
看看人多大方，是吧？现在我们哪个文人在家里做这个也不能这么公开啊，是吧？记个小账悄悄的还可以啊，还要面子，毫无顾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还是弘治正德的年间，离着万历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呢。这个社会就已经这样变化了。再向后发展，就是今天方志远教授在讲的大明嘉靖往事的这个时代，那离万历又近了一步。这个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情况？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大的权臣，专权的权臣叫严嵩。严嵩专权的依靠，帮助他最得力的助手是他儿子严世蕃。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大的权势，如果他们在家里边聊天，聊什么呢？聊我们怎么取得权势，我们怎么去做？不是，一群人坐在那儿喝酒，开始排名字，排当时全国的十大首富。你看看，政治向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就不再去排什么十大首相、十大将军、十大元帅，不排了，他们开始排十大首富。这十大首富里边有好几个是徽商和晋商，社会上层这么变化了，下层变化了吗？明朝它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下层也在变化。好，嘉靖过去了，到了隆庆，大家知道嘉隆万，好，马上就要到万历了，到了隆庆了。这个时候很多明朝人的笔记上都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苏州郊区有一个农民，他很特殊，书上就把他叫谭三儿，姓谭，排行老三，叫谭三儿。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就是在农村种地不赚钱，要想让自己家里生活好一点，就是一条出路，大家都知道，进城打工。所以呢，这个农村的人口大量的跑到城里去打工了。他打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土地没人种了。那个时候土地跟今天不一样，虽说有土地国有、土地私有的争论是吧，但是它是可以买卖的，没人种了，没人种了就卖。这个谭三一看，你们都不种地，你们卖地，地有便宜，好地买不起，赖地我还买不起吗？开始买地，把那个不好的地他都买来了。买来以后呢，有的地方呢是太湿，低湿洼，低洼潮湿，他就在那个地方挖了水池子，那个水就集中到里边去了，变成养鱼池了。高的地方呢，土质好了，种庄稼，种果树，什么都可以种了。养鱼池上面搭上鸭舍、猪舍，养猪养鸭，猪鸭的粪掉到池子里边喂鱼，哎，整个一个生态经营的一个农民企业家迅速的就有钱了，发达起来了。发达起来大家一看眼红啊，红眼病啊，自古有之啊，是吧？哎，他怎么这么快就富裕起来了？
说他把天使老天爷给的这种所有机会他都利用了，说你看到农闲的时候他也不让那些故宫外地来打工的人休息，让他们到田里面去捉那个蝈蝈，然后用小麦杆编成笼子挑到苏州城里面去卖才能换钱，是吧？他把所有能赚钱的事全都想到了，所以他发财了。这个人其实啊在历史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时候不是闹倭寇吗，那需要修城保护大家，他作为农民企业家捐了大量的钱，做了公益事业，所以文人给他记下来了他的事情。可是也有人恨他，说他要是败了家才高兴呢，还真是败家了。他死了以后啊，家里人争夺家财，打官司诉讼打到了官府，一诉讼就是多少年，官府把钱也给贪了，乱了整个家里一块。可是这个故事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当时它成为什么样子了，这跟我们想象中的晚明，大家能够想象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况。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也一样啊，这些有钱人他赞助文化事业来，当时的南京大家知道是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我们在侯方域的集子里边就看到了一个很有名的篇章叫马陵，一个姓马的演员，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马明星。马明星有什么故事啊？马明星是一个演戏的高手，当时在南京演戏，唱对台戏，两个台同时演一出戏，让底下的观众选择谁演得好，钱谁出呢？文化活动的钱谁出呢？商人出，徽商，叫新安商人出钱，出了钱以后宣传我的企业，啊，我等于做广告，好事儿。于是这戏就开始，演到中途啊，就出现问题。他毕竟有一个演得好，一个演得差，所以呢，很快的呢，这个马陵演戏的这个台啊，就逐渐冷清下来，很多观众都去看另外一个演员的演出了。等到戏演完了，这马陵呢很失落，就跑去找那个演员说，实在是赶不上你，甘拜下风，拜你为师，跟你学习。那个当然客气了啊，哪能，我教不了你，你很好了，我怎么能教得了你呢？他不会教，他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本来水平就不错了，我再教教他，我不是自己找死吗？这个马陵遭到拒绝以后就失踪了，人没有了。几年以后他又出现了，他又找到那个新安商人说，怎么样，再资助一次文化活动？商人说，可以啊，好事啊，等于我做广告嘛。于是在南京又重唱对台戏。他们唱的戏是什么内容呢？可能大家很难想象，明朝人最重要的戏是时装戏。明朝人是演现代戏的，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现代戏，是他当时的现代戏，而且政治的味道极浓。严嵩一倒台，舞台上就是打严嵩，魏忠贤一倒台，书摊上全都是阉党内幕。他商品化了，他必须投其所好，大家喜欢什么。于是这个对台戏演的就是打严嵩，上一次也是，这次还是，
戏开锣唱起来以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所有的演员都跑到马陵这个台来看，那边空台了，中途罢演，没法再演下去了。戏演完了，那个演员来找到马陵说了，不对啊，这天下演严嵩我是顶级的特型演员嘛，你怎么跟谁学的能超过我去，我就不能理解，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明白。后边的情况啊，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上哪儿去学啊？他说实话没地儿学，你演严嵩就是第一，所以我就跑到了京城，到当今的首相家里面去做仆人。我在那儿做了3年的仆人，我是跟着真严嵩学的呀。你看看明朝人的社会生活，他已经到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到这个样子？当时有一个人叫张岱，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夜航船》。这个《夜航船》啊，讲的全都是稀奇古怪的一些知识，它不是一个散文集文学的东西，不是，都是知识，告诉你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像一本百科全书。可是名字它叫《夜航船》，为什么叫夜航船呢？因为啊，他说，张岱说天下的学问最难对付的就是苏州和杭州之间的那段夜航船。大家如果去到江南旅游啊，我建议坐一次这个夜航船，那才能体会出历史的那个韵味。我当年念书的时候，我老师带着我到江南去考察，就在苏州登上夜航船，破木的船啊，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响，现在可能都换了。我的老师就卧在就像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的那个船舱里面，娓娓道来给我讲晚明的历史，讲这个夜航船上的故事。听着那个水声啊，那个船舷舷窗外边的如豆的孤灯一闪而过，真像是走进晚明。这夜航船上有什么故事呢？大家从张岱的《夜航船序》里边你可以读到。他说呀，在这夜航船上的学问最难对付，但是呢，也有一些欺世盗名之徒。有一次，就有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在那儿侃侃而谈，旁边一个和尚呢，很害怕，一看碰见这大师了，赶快把身子蜷缩在那儿不敢动的。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儿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人说着说着里边错误百出，于是这和尚就问了，说小僧斗胆问一句，说听您讲了很多东西，我想问那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这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说尧舜吗？正好两个字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嘛，说这你都不知道吗？这个小僧愣了一会儿就说了，那我想敢问那瞻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说那当然是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四个字的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的。这时候这个和尚说了，说哎，你往旁边坐坐，小僧也要深深讲了，是吧？我不说着了，你没多大的道啊，是吧？这是一个故事。他里面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啊，这个夜航船上的那些贩夫走卒，就那些打工的人最难对付。你别看他是这么一个工人，可是他如两脚书橱，满肚子的学问，提出的问题你只要有一句没回答对，他就笑你嘲笑你。问的都是什么什么云台这个28将啊，
什么发学士啊，都是这类，都叫什么名字？你再说，就好像咱们那时候考将，《水浒》108将，你说得出来吗？是吧？说唐这多少排英雄排多次，你说吧，说不上来，他就嘲笑。他说这些人的学问都是事先备办的，所以后来张岱写这个《夜航船》里边全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大家看好了就可以应付《夜航船》了。他在这里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是余姚人，他说为乌乡，我的故乡，后生小子无故读书，没有人不念书的，二十不成，然后使席位受益。大家听听，他念书念到20岁没有念成，什么叫没有念成啊？就没有功名嘛，没有取得功名嘛，没有取得功名就去学手艺，这些手艺人20岁念到大学文化程度，大学文化程度的手艺人考考你，你不知道，不新鲜啊。这在明朝是非常普及的现象，不是特殊现象，不像张岱说的为乌乡余姚，不是。大家可能知道像徽州地方这里怎么写的，凡有十户村落就有朗朗读书之声，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边就有学校，这个文化普及程度不得了，这个文化普及程度就造就了一大批小知识分子，这些小知识分子和文化的商品化结合起来，它就成为导向，你写我不爱看的东西你就卖不出去。所以在明朝的书摊上最热卖的书是什么书呢？首先小说，大家都知道什么《三言二拍》《金瓶梅》都是这时候的。第二，时政书，辽东打仗了，大家都要知道辽东战事近况，都想看。一个政治集团垮台了，阉党内幕，都要看。第三种，高考辅导材料，准备去科举的所有的辅导的东西，大量的用具。你看看它商品化到什么程度？你们去看看那明朝的那些书，一个阉党内幕封面就是广告，那个广告词啊，比我们今天的商家的广告词不仅高雅，而且能抓人。下边印着这个出书的出版社的名字，这就是明朝啊，这是晚明啊，整个的社会发生变化了。所以晚明时代是一个商品化发展非常非常的繁荣的时期，因此整个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人们都去追求一种奢侈的生活。地方志上这么写说，为了这个去表示自己有钱，豆腐贫家，贫家的年轻人一掷千金破家而不顾，我今天把这个钱花出去，明天我都破了产，没钱我都不在了。为什么呢？我不能够安心的去过我那种贫穷的生活，因为整个的社会都追求奢靡，过去的传统的等级观念打破了，过去规定的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什么人住多大的房子，这规定没了，不听了，有钱我就干，我不但要盖房子，我还这房子是必须有花园，我不但必须有花园，我这房子必须得有一个好看的雕梁画栋的，好展现出我的富有，衣着上
我不管什么等级的，我都想买最漂亮的，你穿出去体面，是吧？仆人下层的人都穿着锦绣的这个衣服，这个靴子，甚至于在雨地里走。要饭的乞丐都给自己起一个号，你看这变化多大的变化，他社会生活不一样。所以当时的人写他们去到泰山去旅游啊，那个时候也旅游啊，经常是吧？清明节的时候扫墓都是形式，是吧？一家人带好了吃的，准备好车子去扫墓，点个卯就走，然后就到这个野外，是吧？庙宇旅游去了。他们旅游到泰山，那个生动的记载大家可以看。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了，不能走了，放到车库里边，人继续向前走，是吧？以为这就是到了泰安了吗？还没有。两边的楼房里边可以看见一些熟悉的面孔，是演艺人士，说这是到了吗？还没有，再向前走，是吧？是一些这个酒楼妓院，说这就到了吗？还没有，是吧？看见那个餐馆，那么大的餐馆里边服务员数以百计，奔声如雷，到了柜台上说我要办理这个手续，说那好，分三个等级你选吧，啊，第一等一人一席，一个人一张桌子，是吧？几个菜，说你看看菜谱里边，是吧？肯定有几个是海外的进口食品，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戏。二等便宜一点，偶席两人一席，是吧？菜品里边也有进口食品，也可以看戏。说再省钱，三等，三等是圆桌，没有这样这个待遇，菜品很好，进口食品没有了。但是有人进屋给唱曲，我看到这儿我很吃惊啊！我现在见识过的最高的享受，我认为已经是顶级的，就是人家当年的三级，是吧？围着一个圆桌包间里吃饭，待会儿有一个人进来给唱个歌什么的，我觉得很了不得了。那跟晚明没法比，人家最低的嘛。第二天上泰山，山上的地陪已经等待了，是吧？一接待就知道你是哪一等的，在山上享受同等待遇。这是晚明时代，人人都去追求一种奢靡，追求享受。一支流行歌曲流传出来，立刻唱遍大江南北，甚至于在山东、河南这样的穷乡僻壤的小酒楼、小茶馆里边，男女老少也在唱这些流行歌曲。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怎么认识它呢？两种认识，一个认识，它乱套。这叫什么呀？旧的等级都打破了，一切都混乱了，这个社会还不出问题吗？可是也有人在当时写了著名的文章《禁奢编》，什么意思呢？说你不要去禁止奢侈消费，奢侈和消费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它只有社会需求才有社会生产啊。再说了，你看着不顺眼的那些酒楼、妓馆、戏院、赌场，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天地间之大养妓院也。大家知道养妓院吧？老人都知道，没钱了没饭吃了，到那儿去，那儿就给养着，社会福利。说这是老天爷天地间的一个大养妓院，
养活穷人数以万计啊，一旦没有了这些消费，这些人就失业了，就没得饭吃，社会就动乱，那个时候社会才真的乱。你看，这是晚明时代啊。如果我今天不说我要讲晚明，我说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以为我在讲我今天的建国，那跟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样处在中国的一个社会转型期，只不过它比我们早了几百年而已。有没有问题啊？有。社会问题出现了吗？出现了很多。再讲两个故事。一个外国人到了中国，晚明时代一看，哎呀，这个国家不得了啊，这个经济繁荣，我们欧洲哪有啊，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市场，见都没见过那么繁荣的这个经济，市场经济，看上去吧，到市场上一看，卖东西的买东西的人来人往，高高兴兴，那边正在卖鸡，于是就走过去了，一看一只鸡挂上来了，马上就有人买，又一只挂上来了，说后边人忙忙活活的，赶快上后边看看，一看后边的更忙啊，都往那鸡里面注水呢，后边注了水挂上就卖啊，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这样的道行了。社会问题它一定会伴随着你的社会发展出现，关键你怎么处理。再讲一个故事，一个个体运输户运了一车货，准备从甲地到乙地去卖，这沿途啊没法过，到处都设卡收费，到处都是公路收费站啊，一路上交钱，交到最后一看不行了，再走下去这车货已经不抵这个路费了，一怒之下一把火把这货都烧了，于是有新闻媒体就曝光了，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大家知道叫底报，底抄啊，底报就传出来了，从上到下舆论一片大哗，说这么收费这个公路还怎么使用啊，这个货物还怎么运输啊，大家可以看看这条材料多精彩啊，是吧？他就在文征明的孩子文炳的《定陵注略》这部集子里面，这是一个手抄本的书，但是我们在书店里是可以买到的，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晚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好的我们认为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认为不好也有，同时出现了，要想让这个社会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谁来解决？中央解决，对吧？我们中国有这样的传统，我们是一个相对的集权的这样一个体制，不是一个分散的独立的这个邦国那个邦国的，我们不是。好，那么这个政治枢纽的作用就很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刚刚经历了一个政治的风波，这个政治风波就叫内阁的纷争，这个时候内阁的首相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国务总理的权力很大，所以大家都争当国务总理，争当这个内阁的首辅，他说话管用啊，于是就出现了倒阁的现象，非常严重，政治斗争很残酷，大家看到了什么叫万历首辅张居正是吧，
叫啊，大家看到了这些电视片，可以感受到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严嵩干掉夏衍，那是置之死地的，一个核桃之意，我让你死，被杀头，杀首相啊！干掉严嵩的时候，那何等的容易啊！一群人天天在背后就恨不得吃了严嵩肉，可是干不掉他。为什么？他跟嘉靖皇帝贴得很近呢？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嘉靖信道教，他在宫廷里面伏击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字他不明白，问道士，道士看了以后说的这个可能意思是让皇上您要避小人。这嘉靖就想，谁是小人呢？啊，想来想去，哎呦，可别是这严氏父子是小人呢，啊，开始注意了。他一注意，这个内廷的人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这外廷本来这个就恨这个严嵩呢，像邹应龙他们这些人，下班的时候下雨，跑着跑着下起雨了，跑到蓝道行道士家避雨，听到了这个消息，回来以后马上反应过来了，组织人弹劾，一弹一个准啊。于是就让这个严世蕃停职，先停职反省啊。这严世蕃一停职反省，大家看机会了，我们写更重磅的炮弹打严嵩。等到他们把这个奏书写好了，要向朝廷上报的时候，想慎重一点，咱们先请徐杰大学士看看吧。徐杰拿来一看，说各位是恨严氏父子还是想救他呀？说我们恨他，恨的恨不得吃他的肉，怎么会救他呢？他说你们写的这篇东西恰恰是救他，你们这个奏书招进，诸君且不测，你们什么下场不可想象。严公子骑款段出城，骑着好马，人家的溜达，人家就休息了，高兴了。就在他们要上告的这个奏书写好的时候，已经有内奸把这部奏书的原文抄好，直送严世蕃。严世蕃在家里就看到了这个奏书，看到以后马上说：“准备酒，大家一起喝酒庆祝。玉洁仪，咱们这事儿没了，我准备要出山了。停职反省的时段过去了。”那帮人还在那商量呢，说：“那怎么办啊？”徐杰说：“重写，重新改写了这个奏章。”改写完的奏章又有密探抄完了送进去了，严世蕃那正在喝酒高兴呢，拿到这个奏章一看，当时愣了，说完了，政治斗争啊，我们今天的政治斗争那跟人家能比吗？这是政治斗争，一下子把严嵩严世蕃父子干掉了。干掉了以后，一个接一个的，你干我，我干你。徐杰上来了，被高拱干掉了。高胡子，河南郑州新郑人，是吧？说话很直，跟张居正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块儿做事情，做得好好的。张居正想整他，那整得多狠呢，是吧？早上起来到宫廷去，还以为这个太后要表扬自己呢，一宣布给赶回家去了。张居正掌权了十年，可是张居正的这十年就埋下了很多问题。等到张居正再被打掉了以后，不管后来的申时行、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不管是谁，你们都不熟悉吧，没听说过都。他因为没有这个权威了，这个内阁首相的权威时代结束了，过去了，失去了一个权威的时代，这个时段就更精彩了，就更热闹了。
到了万历十七年，首先就发生了科场案。科场案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官员告这个内阁，你们的孩子都能够高考名列榜首，走后门找关系进去的，说我们老百姓的孩子就没有，我们普通官员就没有，打起来了，告起来了，闹得不可开交。事情还没有结束，到了年末就出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大理寺的一个官员，就是我们今天的检察院法院的这个官员，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份奏书。这个人叫骆于仁，就是咱们下边这个骆于仁骂皇帝。这个骆于仁呢，给这个万历皇帝上的这份奏书，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一篇奇文，从来没有过的。大家都听说过海瑞骂皇帝，海瑞那叫骂皇帝吗？海瑞说百姓皆应陛下改元，是吧？就把家境啊，说家家洁净而无财用也，于是就说骂皇帝了。看看骆于仁怎么骂的皇帝。他说我呀，到了京城来当官，已经当了一年多了，啊，我就见过你三次面。我经常知道就是你老发火，你火很大，可是你啊身体很柔，啊，你整天的你什么都干不了，是吧？连那个祭祀那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做了，你做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有病，你有病，你这个病啊，太医给你治不了，微臣四针可以疗病，我可以给你四个字的真言，我让你能够把病治好，我给你了啊，你就拿着这个去念念吧，你看看后边说的是什么话。说你皇上的病就是酒色财气，你没别的。这个很好玩啊，好玩在哪儿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段话我们在哪儿能看到呢？你们去找《金瓶梅》，打开《金瓶梅》的第一章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四兄弟，那个里边就讲酒色财气。那个书大家都知道，就是万历的时候出的书啊，就这个时代的书。这个骂皇帝啊，那真是骂到骨子里去了。说你看你好酒贪杯，好色好金，贪财乱神，上气损肝。你说一个皇上让一个官员给说成这个恶心的样子，然后下边还有这么多话，你看这个，我特意的把这个给写出来，就让大家能够奇闻共赏，看看我们的明朝人敢这么跟皇帝讲话，上书啊，白纸黑字啊，留下这样的话。万历皇帝看了以后，能不生气吗？当年海瑞说了那样的话以后，海瑞是怎么做的？大家知道，买了个棺材，是吧？所以呢，当这个嘉靖皇帝大怒说，说这把他抓住，可别让他跑了。这时候徐杰说，他说他不会跑的，说为什么？他已经买了棺材等着呢。说这嘉靖一想，这家伙不怕死啊，没用啊，关起来吧，关起来了，是吧？然后呢，拿着那书，奏书看，是吧？说你是像比干一样的这么忠臣，可我不是纣王啊，是吧？自己还安慰自己，这是嘉靖的时代。那海瑞在狱里几次险些丢命啊？如果那个时候要有人像骆于仁这样骂了皇帝，你买棺材不买棺材都没用了，那马上就杀掉了，是吧？可是骆于仁呢，他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我告诉大家啊，他没事，而且呢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出名了。
这时候正好赶上年末嘛，转年就到过年了，正月，这个内阁的大臣就到宫里来给皇上拜年来了。这万历皇帝就把这个奏书拿出来了，说你看看，看看，说的这些是什么话？啊，这我能忍受吗？内阁大臣怎么说呢？内阁大臣说，太不像话了，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向皇上造谣重伤，所以陛下咱们别理他，咱们把这个书，他奏书不是写了吗，咱给他藏起来不让人知道，我们要一处理他，他得意了，是吧？大家都知道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他敢骂你，然后他就这样，他名声大噪，咱们不理他，压到这儿看他怎么办。这神宗一想，对呀，啊，这么可恶，不理他，留下了。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叫奏章留中，留中制。以后大家看到说留中啊，什么叫留中啊？就留在皇上这儿，不下发，不批示，不理睬。大家想想，有不透风的墙吗？你不理睬就没人知道了，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一想，哎，这骆玉人骂得痛快啊，咱也骂两句，纷纷的写书奏书，一看这些奏书呢都照方抓药，都留中不发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叫万历神庙留中奏书的专门的一个东西，大量的奏书留中了，都留中压到这儿。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们要讲的政治问题。实际上现在我们给大家讲的已经不再是卖文卖书追求享受，不是了，是政治。政治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上边说是大家对于朝廷的批评，就下边而谈是什么呢？是私议朝政，就是啊，所有的人都关心政治，都谈论政治，表述自己的观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啊，老百姓或者说社会上这个话语权大了，他可以讲话，可以议论朝廷的事情了，他要议论朝廷的事情，那一定有几个条件，什么东西呢？我把它总结成四个。第一个呢，就是政治价值观的变化。第二个呢，叫明朝人的接替，这是一个小插曲。什么叫接替啊？接替是一种很自由的形式的一种文书，这个文书可以写好了上交，也可以我不想交，我贴墙上，我高兴我把全程都贴满了，这个东西叫小字报或者大字报。第三个横议，横议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无所顾忌，它最终结果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也是跟大家探讨，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认为在晚明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官僚民主制的形态雏形。刚才我们讲了政治权威丧失了，这是我老师明清直隶党社运动考里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看继任张居正的首辅们，像申时行、王希爵之流，当然前面还有张子维，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想尽方法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来养成自己的势力，衣钵相传支持了十几年，
这是晚明党争的开端。晚明的党争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政治价值观念变了。这段话还有后边一段对话，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呢，这是内阁大学士许国说的，他说这个我们今天啊，这个政治这个氛围啊，真是有意思。这个小臣一开口，就是下级官员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般干部，他一开口不必是，他说的不管对不对，就是风节，就是敢言，不怕，不畏惧强权，敢说话。大臣一开口，说我们这些高干们一开口，不必非，不是说我说的就不对，我只要张了嘴，即为捧笔，就肯定是压制言论，就不让老下层官员讲话，一定就是压制言论的行为。小臣白底大臣怎么骂我们，就以为他是这个抗威权志不可屈的人物。大臣一群一批评小臣，就可能就是不能容而走言路。所以你看看这个形势，他的价值观念完全变了。大臣说出来的社会舆论就有压力，小臣们说出来的就很好。所以呢，许国他感觉他自己讲，我感觉到我在政治上有一种沮丧感，怎么回事啊这个时代。不仅如此，更有意思的，这两个人后面那个人大家都熟悉了，东林党的创始人了，是吧，顾宪成。这个王希爵和顾宪成有一段对话更有意思了。这王希爵说啊，他说当今最怪的事儿，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庙堂是指的谁啊？神宗皇帝啊。说皇上他认为对和错的事啊，这个老百姓天下的官员百姓啊，一定跟他反着。你看这是他的价值观。顾宪成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是天下老百姓官员百姓的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是我们的观念，他跟我们唱反调啊。谁是主体？官民百姓是主体。这个价值观念的变化我们从来没见过呀。什么时候敢说怎么回事呢？说现在中央的决定以前老唱反调，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我们的决定，中央怎么老跟我们唱反调。你看看这种这个政治价值观念，我们今天看到了它都感到震撼。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出现政治上的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大家看看这段话更精彩。这是沈一贯，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写的一个揭帖。你们不是贴吗？我也贴，你们写我也写。他在这个揭帖上他就批评了当时的情况，可是他这个批评我们可就看到了当时是个什么样子。他说什么呢？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难耳语而已。过去啊也私议朝政，可是他不敢狂啊，把几个人在街头巷尾啊悄悄话啊，说哎呀如今怎么样，下面怎么怎么样，是谁怎么怎么评论。今则通渠闹事，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嫡长聚谈略无顾忌。你看看拍着桌子大声的讲，而且还编成了这个文艺节目，周立波，那个时代的周立波，是吧，他什么他都敢讲，是吧，什么他都敢批评，略无顾忌，一点顾忌都没有。说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政府的种种失败，政府做的不好的种种失败他都给他说出来。而且老百姓又是什么态度呢？人无不乐听者，
都爱听。这是什么局面？这是一个政治非常非常宽松的局面，这跟那个文字狱时代能相比吗？为什么我们说晚明时代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它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上。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社会生产经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的时候，它的上层建筑能不变吗？它的政治体制能不逼迫着它改变吗？可能所有的利益群体都不希望有这种改变，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在专制主义最强化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边，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都被迫着不得不改变。这就是晚明的事实啊，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啊，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是列宁总结出来的。他说啊，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间，自从有阶级社会产生，所有的阶级社会都是以等级的形式体现的。只有一个阶级社会，它没有等级形式，它是纯阶级社会，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总结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它是从政治的层面来分析时代的历史特征。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如果一个时代它的过去的旧的等级被打破了，它逐渐的向没有等级的阶级社会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说资本主义，它是不是近代化？它在向近代变化，这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晚明是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时期。讲最后一个题目了，早期人文主义。我们为什么说这样的变化这么重要呢？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人文主义的传统出现了。说人文主义啊，大家可能觉得远，什么叫人文主义啊？实际上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大家知道，以人为本，在我们叫人本主义。这个以人为本是综合的，不是说民以食为天，是吧？不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是，而是个人的价值观念的体现。我个人，我的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个人本它是人文主义的因素。明朝出过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旷世大儒王阳明，王守仁，王阳明。王阳明发明了一个学说，心学，当然也不是他发明的，是吧？他把这个心学重新架构推出来了。什么是心学？他是继承了宋朝的陆学，陆九渊的学说，和朱熹、二程他们不一样，跟孔老夫子也不一样。孔老夫子的学说到了宋朝，到了朱程、程朱，他们变成了宋朝的新儒家。这个新儒家到了明朝，王阳明又是一个新儒家，
我们今天也有新儒家，那清朝也有新儒家，每一个时代对于儒学的不同的解释产生了新的儒家。王阳明的思想的价值在哪？大家知道王阳明的思想的核心是主观唯心主义。大家想，主观唯心主义有什么了不起的？多恶心呐！主观唯心。可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主观唯心主义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主观唯心过，我们永远是客观的，客观的唯心。为什么呢？有一个神，或者神的化身的皇帝，或者皇帝化身的官员，或者是官员化身的族长，他有一个人，这个人左右着我，我要听他们的。王阳明说，不是，你自己我就是一切，有了我就什么都有，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了。吃饭穿衣做事都可以是哲学，所以王阳明的传人最后形成了泰州学派，思想很进步，最后出现王学左派代表人物李直、李卓武，大家都知道，伟大的哲学家，非常超前的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一种进步啊，开始知道我个人的价值体现了。那么晚明时代的人文主义特征的，它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它核心是以人为本，表现形式对君主政治的批评和个性追求，这我们刚才有的已经讲到了。它之所以可以称为主义，它一定是由精英思想转变成大众的行为，变成全社会的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一定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批判而产生发展，它一定是反传统的。如果它跟传统一致，它那个就不能够算作近代的人文主义的成果。明朝人是不是这样呢？我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说一个官员，他到另外一个官员家里面去做客。做客的时候呢，这时候夏天，天很热，两个人聊天啊，就老得不断的扇扇子，一边聊，那时候没有空调啊，一边扇扇子一边聊，聊的就是很吃力。后来这个官员就说了，说没事没事，不用，来人呢，给我叫一个仆人给我们扇扇子。官嘛，有钱有势，就是俩人坐那儿，哎，有一个人给扇着扇子，哎，他们俩挺凉快，就聊得挺开心了。聊着聊着啊，他觉得那个风向还扇子风还有，但是风向变了，他就回头一看，哎，一看给他扇扇子的这个老仆人啊，拿了一个凳坐他后头，坐在那儿给他扇。哎，他说你怎么坐下了？老仆人说了，哎，你不是就是要凉快吗？你管我坐着站着呢，我站着也是山，坐着也是山啊。他就给写到笔记里边了。大家想想，在过去的那种等级社会里边，一个仆人他怎么敢这样呢？如果我们说这是在另外一个时段，不是晚明，这个仆人倒霉了，可是这个仆人说了这段话以后，这两个官员怎么样呢？哈哈大笑，说真是纯真呐、啊！说这人说话真朴实啊，看这人多实在啊。价值观念变了，他已经和原来的这个感觉不一样。再说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很多的史书里都有记载，有一个当时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子，她是一个妓女，因为年轻所以叫皎妓，杜维就被一个有钱的世家子弟看中了，看中了以后呢，他就跟她相好，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传出来的地方官员一想，你是领导干部家的孩子啊，这社会影响很不好啊，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呢？想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年世子他惹不起啊，惹不起他惹得起那个女孩子啊，把他抓到官府来啊，上刑毒打一顿。那马上就有人报告了，说哎，你喜欢的那个小姑现在他们给抓走了，要打他啊，还敢这样的，他就赶快就连忙就跑到这个官府来了，就说是怎么回事，他打的谁敢打，我打呢，是吧？没法打呀，县官气得没辙，说好好好，先这样吧，今天就这么收监了，赶快通知人说给他赶快卖，官卖，卖给别人。第二天就来了一个山西商人，啊，一口的山西话，说的这个听说有这么一个事情，啊，我有钱，我愿意，这官不好，赶快了结，卖给他，这就带走了。这个人出了门就带着女孩，赶快坐车就跑到这个世子家来了，他派装成山西商人给买回来了，说你们可别在家了，你们俩在家这个社会舆论压力太大，官府也捣乱，你们出去旅行结婚走吧。于是这个一对年轻人就出去了，在外边漂泊，哎，不幸的是出了这个男孩子呢得病了，一病不起就死在异乡。这个女孩子呢非常难过，就把这个男孩子的尸体装殓好以后呢，用船运回他的家。等到他的家人接到了这个男孩子的尸体以后，这个女孩跳江自尽了。这在明朝很有名的一个故事。这个事情过去不久，这个世子家的后人拿着这些材料和钱，就找到了当时一个著名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文学家，请这个文学家给他的父亲写一个传，说这个传写好了以后是要放进我们家的家谱里面去。这个大儒就是陈继儒，陈梅公。陈梅公就写了一个传，这个传就叫《绞记杜伟》，杜伟传，写的就是这个女孩子的传，就是这件事。这个世子家的孩子就兴高采烈的、高兴的把这本东西拿回去，坐到家谱里。这是当时人的价值观念。他已经不再计较这个身份上的差异，他不再认为这是些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从晚明的秦淮河说开去。说开去说什么呢？所以晚明的秦淮河可以成为晚明的政治中心。东林党人复社的子弟，他们都可以在这儿去谈论国家的大事。这些社会的名流、政治风云人物都是秦淮的常客。它成为一个公众的一个社会活动场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时代变化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女性解放的过程，社会需要社会角色的女性，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做，做不到啊，因为呢那些社会上活跃的女人有一个很不好的名词叫前袄，前袄就是那个在外面不偷露面搬弄是非的女人。明朝人说啊，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家里边的这些老婆啊，这些那个都整天的就喜欢的交接前好，就爱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女性她也需要向社会走向社会，而社会也呼唤社会女性。
在没有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的时候，有一种特殊身份的女性，她充当了这个社会女性角色，那就是晚明的妓女，晚明的名妓。这些人是很伟大的人啊，大家想想柳如是，想想李香君，他们都是不仅有这个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政治修养也很高啊，超过他们的男人，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吧，像那个桃花扇里边帮助做媒人的那个人，大家都骂他江宁县令是吧，杨龙友啊，那个人就是杨龙友啊，贵州才子，看看杨龙友的集子，他是崇祯八大家之一啊，他是跟马士英姻亲，所以他名列宦的。可是当清军准备渡江，南京人都逃跑，老百姓一怒之下烧毁阮大铖马士英家的时候，是把他的家一块烧了，杨龙友的家也被烧了。这时候杨龙友在干什么呢？杨龙友在闽浙前线带着残兵败将和清军打仗，最后被俘，跟他一起就义的就是他在秦淮河结识的那个名妓。你看这历史多悲壮，这里边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的萌芽，很多东西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发。所以西方学者，因为人文主义是近代伴随着近代化产生的嘛，西方学者说明朝中叶以后的思想遗产，你看看他们讲的这些条，我觉得非常非常准确，因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中国的特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奢靡，追求奢靡，大家看了是吧，那个厉害的很啊。所以张岱说吾乡小子无故读书二十不成，然后使其为手艺，那个手艺人是有文化的是吧，所以他能够出现那么多的著名的瓷器，烧瓷的什么耗时酒是吧，当时著名的瓷工，烧瓷的工，铸铜的，编席的，一个席匠，编席的席匠，著名的士大夫来访求见他，他可以拒而不见的，如果接见了，那士大夫以为荣耀，可以分庭而抗礼者也。这是什么样的变化？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和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越来越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就是明朝晚明中明朝中叶以后的思想遗产里边重要的部分。当然还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的和潮流，那时候已经出现了三一教啊，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者天主，他这个西方人认为是天主，我们是讲天的这个概念，更深入的研究古典作品。我们从晚明的这个时代的整个的文化现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非常非常有趣。明朝的整个的文化统治是从文字狱开始的，朱元璋大家都知道搞文字狱啊，当然了后边有些污蔑他的传说是不是真的假的，现在很多学者都怀疑不可能出现是吧。
为什么呢？上的奏书贺表里边出现了光就不行了，是吧？发扬光大，光什么意思啊？说我当年当过和尚是光头，是不是？杀了，是吧？以身作则，则不能说，因为则和贼是同音嘛。他说我做过贼呀、啊，杀了，是吧？结果呢，大家都不知道，不知所措了，这是传说。但是文字狱是绝对有的，那个时候是文化专制，说书人说的不好，内容不好，是要这个杀头的，投水给淹死了。这种情况延续了很多年。当时最著名的被杀的才子就是高启。高启因为写诗挖苦朱元璋的后宫，是吧？其中有两句叫“小犬隔墙空吠影”，是吧？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说：“有谁来啊？那谁来都是乱宫啊，这还得了了？”憋了一肚子火，找机会发泄没有？等到高启回到家乡苏州，是吧？重修这个苏州府衙卫冠，知府卫冠重修府衙的时候，上梁文是高启写的。高启在上梁用了一个句子叫虎踞龙盘，因为这个地方是原来张士诚的府衙，于是以此为由立案把高启杀掉。高启死得很惨，一代才子腰斩而死，是吧？痛苦死去。这是文字狱。所以到了永乐时代，经过了文字狱的打压，经过了自己的培训，产生了明代的文化，明文化出现了。明文化在朱元璋时代没有出现，因为那个时候是元末明初的文化，是旧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到了永乐时候出现了明文化，这明文化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喜欢书法的，喜欢这个古代散文的，都知道叫台阁体，四平八稳，歌功颂德，所有的都是好话。台阁体出现了，要想打败这个台阁体，那谈何容易呀？所以出现了，后来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派，湖南茶陵派。茶陵派大家都否定，说他不好，不好他也了不起啊。为什么？因为他敢于跟这个台阁体对抗了，他自己也是内阁大学士，他有这个地位啊。可是他的思想跟三杨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开始卖文了，卖文章了，给人家写文章，谁来要那得给钱了。今天不舒服了，在家里边懒了，哎，说不写了，休息了。太太出来了，说得起来呀，起来呀，你得加倍努力呀，明天咱家要请客，桌上还没鱼呢。只好起来奋起疾书，情况不一样。等到人们要想取得茶陵派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们用的是什么办法啊？复古。于是出现了前妻子后妻子。前后妻子是什么意思呢？诗必盛唐，文必两汉呢。我是不行，可是那汉文章怎么样？唐诗怎么样？你比得了吗？你比不了吧？我们不学你的，我们就得学这个，用古典主义来打破这个禁锢。等到前后妻子过去以后，到了公安派、静宁派，谁都不要了，就要我，我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居然到了静宁派，谭元春、中兴他们的东西一出版就是畅销书啊。当时用了一个词叫一时洛阳纸贵，纸都跟着涨价了，印书印的到这种程度，社会需求这种东西，追捧这种东西。当然有人很反感，谁反感？传统的观点很反感。
认为这是什么东西啊，又不看书又没学问，写的乱七八糟的，就是哗众取宠，是吧？把那些俗文烂句都用上，而且写着一个散文，中间又插两句诗，这我们今天都觉得很正常啊。那个时候觉得这不是不守规矩吗？这不是老百姓喜欢，小知识分子喜欢，他买他的书我就买，你那个好我不买。所以等到明朝灭亡了以后啊，他们说亡国之音呢、啊，亡国之音。我说那怪了，是吧？如果我今天我们真的出现什么，当然不可能了，是吧？哎，我们说这一切罪行都是王朔、余秋雨的罪行，这不莫名其妙吗？不仅不是，而且他们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今天我们再去读公安派的文章、读静宁派的文章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多好啊！尤其静宁派的小品，文学界把它叫做近代文学。五四的人追踪他，认为他是近代文化的源头，近代而且是近代的源头。五四以后的白话文的小品追踪就是晚明，林语堂先生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言志篇，讲志向。林先生的志向是什么呢？他说我要一部好藏书，爱看书啊，几部名人文集回来了。话说到了名人文集啊，要看名人文集，墙上一幅李香君的画像任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烟。他追求的颜志，他的生活就是晚明人的生活。当然了，在他们的身上也有一些颓废不好的东西，像周作人、林语堂，他们都有这个特点。但是他们毕竟是近代文学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非常认可晚明，也说明了晚明的文化的价值。我有时候经常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如果你说我在明和清两个时代选择，你愿意做什么时候的人？我说我愿意做晚明。到了清代，作为一个汉族的士大夫，他想做奴才都不能做，因为奴才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了，他只有八旗的包义才能够自称奴才。这个时代不是可悲的吗？我们怎么会说晚明时代一无是处，明亡亡于万历？我实在是看不出这个时代为什么被批评成这个样子。我们回到前面我们一开头说的，当一个新朝取代旧朝的时候，他往往不会去说旧朝的好处。所以清取代了明，他一定要讲明朝的不好，一定要讲明朝他有一千个灭亡的理由，他没有存在下去的道理。而且他一定要讲到万历，而不能说崇祯，因为万历的时候在辽东就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清朝就已经崛起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应该讲到了明朝有灭亡的道理了，这才符合朝代的更替。我个人认为明朝的后期无论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都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中国处在和西方同样的一个起跑点上，
西方这个时候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他们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作为文艺复兴的普遍的教材。就当这个欧式的几何原本在欧洲流行的之后的三四年间，利玛窦就和徐光启共同翻译了这本书，而且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名词叫几何，我们今天还在使用。这个几何原本翻译了以后，就在中国的所有的书摊上畅销。我有一次跟故宫博物院的刘璐研究员一起啊南巡，走到淮安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走的完全是康熙南巡的路，一步一步走下去。到了淮安的时候呢，刘璐就指着这个水面，漕河的水面跟我说，说这就是当年康熙皇帝测量水位的地方，那个场景犹如就在眼前。当时康熙皇帝就赤着脚站在水里边，用仪器测量这个漕河的水位，哪边水位更高，好知道这个漕河的流向。我说那其他人呢？他说其他人站在岸上看。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当一个这么重要的科学的知识成为皇帝个人的喜好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跟他说，我说如果在明朝，官员们都会争先恐后的去实践和测量这个东西，但有一个人他不会去，皇帝，因为他不会。这就是明朝和清朝的区别。我前些时候上个礼拜在广西参加了一个西南边疆土司的一个研讨会，我当时非常想去看一看张同场和屈世嗣的墓，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两个人物，不得了的人物。我有一个朋友，他也给我发来信息，说无论如何你也要替我去看一看这两位英烈的墓。屈世嗣的墓已经不在了，他的后人把他的墓移回到了他的家乡。屈世嗣的家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他全家都是皈依天主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张同场不是了，大家知道张同场是张居正的曾孙。当屈世嗣一个人在桂林，孔有德率领大军打到桂林的时候，已经没有军队了，明朝人。屈世嗣自己守着一座孤城，这个时候张同场来找他，他说你怎么还不走啊，他说你怎么还不走啊。屈世嗣说我是巡抚啊，我要和城共存亡啊。张同场说那你不希望有一个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吗？于是就找老君送来酒，两个人对饮等待着清军。他们被捕以后都不屈牺牲了。张同场牺牲的时候很壮烈，因为他把衣冠全穿好了，是吧？非常整齐的去受死。我到了他就义的那个地方，那碑和那个刻像还都在，是吧？据说头被砍掉了以后，他还向前走了几步才倒下，非常壮烈。所以郭沫若专门写诗说千古整衣冠，就是说他这件事情非常悲壮。可是大家也听出来，这么好的一个大明朝灭亡了，完了。您说他这么好，那么好，政治也好，文化也好，经济都好，他怎么灭亡了？一定有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明朝走上了一条非常困惑
没办法解决的道理。他要做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一定要伤害既得利益者。大家知道晚明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政治特征是什么呢？民变。我们今天不叫民变，叫社会群体事件。晚明到处都是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社会群体事件跟农民革命不一样，我们过去都把它叫阶级斗争，我说这不是阶级斗争，它跟谁斗啊？你们看看那个晚明社会群体事件的成分：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士绅、商人、市民、百姓，结合起来。苏州民变的领袖葛城被抓起来以后，在监狱里边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地方官员很佩服他。外边呢，安徽上任已经给他买好了宅子，连他媳妇儿都给买好了，安排好了，一出狱就直接接到家里去。这是阶级斗争吗？如果是，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家理解的那种阶级斗争了吧。可是这个社会群体事件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比农民战争、比农民革命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意义。它不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而希望你政权改变政策。它是要求你改变你的政策，来适应这个社会变化以后的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是晚明的社会群体事件，或者叫晚明民变的它的目的和作用。很好啊，如果这个作用能够达到，那社会改革就完成了。可惜的是它完不成，它永远不可能完成。因为它如果要完成这个变革，它首先就要改变自己。不管是要求变革的人还是反对变革的人，他们都是体制内的人，他们都在体制里边，他怎么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他没有新的阶级，所以他也不会产生出新的东西来。非常好的东西都会在无形之中逐渐逐渐的扼杀掉。我们今天不一样，共产党人他有这种社会责任，有这种社会建设和历史责任感，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这些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作为我们改革，作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推动改革的经验，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哪怕每一个细节。细节到什么程度？细节到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多人都不同意说搞西部大开发，认为就是一个政绩工程，我不这么看。你们看看明朝的历史，它的东部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它的西部是什么样的呢？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从他的家乡走出来去当异族，出来一看，原来你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这个社会的失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西部的农民战争。所以社会问题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都无法解决。崇祯皇帝他想找到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在座的可能不是非常清楚，宗教。崇祯皇帝想皈依天主教，不再信奉佛教，所以在宫里边要把佛像都拉倒，改成天主，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因为反对的力量太大了。所以我说
万历皇帝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他不可能把晚明建设成一个和西方一样的真正的向近代变化的这样一个时代，做不到，他的子孙们也都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所以就在这样迷茫和无奈之中，在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新的力量，就是清朝。清朝打击明朝的最有力的力量就是你明朝的腐朽，你腐败，你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它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可是实际上大家可能我们去读明清史可以读到，清代它是很传统的，无论是顺治皇帝、康熙大帝还是乾隆皇帝，他们又重新像明朝初期的太祖太宗一样揭开了历史的又一页。所以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清朝打破的。如果把这个机会说是因为清朝的清军的入关打破了，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个强大的明朝没有人能打破它，它只能是自己打败自己。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谢谢大家。